रहेगी तब। कर दो वो पूरी आके मिल जाओ प्यारे बाबा हम बच्चों से आके मिल जाओ प्यारे बाबा हम अव्याद बाप दादा 崇高的话语爸爸大大先前也告诉过你们他现在重复强调那就是欲望的皇家般的形态是名字、尊重和荣誉。你们有可能借助服务的支持，想要在你所做的服务中，你的名字被弘扬。然而那些做服务的驱除了名字的就通过尽管他们非常的能做服务但是也非常能吸引其他人他们只是短时期的使得他们的名字被弘扬那些基于挣得一个名声而做服务的使得他们的名字去到了列表的后面因为他们吃掉了还没有熟的未熟的果实所以你们怎么能吃不熟的果实呢你们做了服务赚取了一个名声那就是不熟的果实。或者是你们有一个欲望，我做了许多的服务，我是做大多数服务的一个工具。所以，那些基于挣得一个名声而做服务的，就是那些吃了不熟的果实的在不熟的果实中有任何的力量吗你们想着我做了这么多的服务所以呢我应该作为一个结果获得尊重那不是尊重而是傲慢自大有傲慢自大的地方就不可能有任何的满意满足最大的荣誉是在巴布达达的心中获得荣誉即使你们在其他灵魂的心中获得了荣誉那些灵魂是得到的还是像父亲一样的给予者呢他们不是给予者所以如果你们想要获得荣誉然后恒定的在爸爸的心中获得你们的荣誉बड़ी मन भावनी मुरली रसीली तान की
कीजे आपकी ओर ही कीजे रूहानी स्नेह का जादू आपकी मीठी बातों में रूहानी स्नेह का जादू आपकी मीठी बातों में ओम शांति ओम शांति 给予祝福并且得到祝福主题快乐的化身快乐的给予者 Brahmin 灵魂是快乐海洋的孩子们他们是快乐的化身快乐的给予者既然你们已经放弃了痛苦之地你们就既不能制造痛苦也不能接受痛苦通过给予快乐你们得到很多的快乐这些祝福就添加到你们的努力中无论是通过思想语言还是行为当某个灵魂给予快乐的时候他的努力就自动加分了所以要成为快乐的化身给予快乐并且得到快乐 Om Shanti Om Shanti Om Shanti, welcome. Om Shanti, 欢迎来到 Abhyas Pavarar. 今天是第十五天，给予祝福并且得到祝福。今天的主题是快乐的化身，快乐的给予者。现在我们聆听 Mahini 弟弟的课。Om Shanti. Everyone okay? 每位都 OK 吗？
吃的美味都很好。My sound is a little bit funny today. 我今天的声音不是有点沙哑？你注意到我们在一个不同的地方了，因为昨天我们昨天我们换了一个新的和 Avyad Parivar 见面的空间，一个地方。We have created a very small, not very small, actually it's a small one. What we call as a Vakti room. 我们创造了这样一个 Avyad 的房间。我们把它用来这个见面，我们在想着这里的氛围能量会增加，而任何人来坐着冥想的时候，他们都应该体验到光体天使的震波。爸爸总是在讲给予和得到，无论一个人有什么，他都要给予其他人，他不可能给予他没有的东西，就好像我们给予快乐，如果某人有这个伤痛、悲伤，有过去的，就爸爸说呢，你必须要成为化身。只有当你拥有这个珍宝的时候，你才能够给予其他人。巴米灵魂是快乐海洋的孩子。他们是快乐的化身。我们想要给予任何东西，无论是知识、快乐，任何这些你都想要给予，但是首先你要成为这些的化身，所以要成为快乐的化身。基于此呢，他就是快乐的给予者。一旦你放弃了痛苦之地，那多少人放弃了痛苦之地呢？有多少人放弃了痛苦之地？想一想。我看到有些人举起了手。既然你已经放弃了痛苦之地，你们就既不能制造痛苦，也不能接受痛苦。首先你必须要停止给予痛苦，通过给予快乐，你们得到很多的快乐。那就意味着如果你不快乐，你就不能给予快乐。这些祝福就添加到你们的努力中，无论是通过思想给予快乐，是通过思想给予祝福，还是通过话语或行为。当你给予快乐的时候，他的努力就自动加分了，所以要成为快乐的化身，给予快乐并且得到快乐。有时候你想要给予快乐，但是呢没用，
就再一次呢，你就给予了痛苦，制造了痛苦。它有可能是由于 ego 小我身体意识，或者很深的因果的障目。而在汇合时代，通过有对爸爸的思想，我们就在清理我们的障目，清理身体意识的障目。因为我们积累了许多身体意识，在这个思想语言行为中，我们必须要小心，因为当他们浮现出来的时候，去做行为的时候，就会变得更加的坚固，所以我们要很小心看着我们的账目，通过给予和得到快乐，给予快乐并且得到快乐。早上好，弟弟。早上好，光体家人们。对你的声音送去很多的祝福，希望你快速好起来。但是这个地方看起来很好，我能够感受到这里的能量。喂。你说，哎，你进不去啊？你通知一下，你往这边打个电话，西门这边。西门，对，他不让我进啊。他为啥不让你进？你告诉他呀。人家的装空调不让进，他为啥不让我进？是我哪知道啊？我只能联系你们啊。等等着。是什么精微的我们仍然要放弃什么精微的什么东西，那些精微的使得我们还放抓着痛苦不放。我也在想着弟弟在分享，我们试图给予彼此快乐，结束痛苦，它应该是基于 Srimat 的。如果我跟随 Srimat 给予快乐，然后每个人都很快乐，我就快乐。如果我不跟随 Srimat， 或者是因为有一些精微的身体意识障目而给予痛苦，所以这个精微的 Srimat 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去跟随，那样能够才能够给予彼此总是给予快乐。那肯定是有一些精微的东西，因为我们来到汇合时代，可能是不是一些粗俗的东西，但是是一些精微的。那是一个我们想要弟弟回答的问题。No, the speaker. It's the same. It's only different. I know it's my throat, but I don't know if it's you. No, I just do it through the computer mic. Okay, your throat is okay. My throat is okay. I'm okay. And sending you we are all sending you lots of blessings for your throat. Shrin 说呢，他的嗓子是 OK 的。Yeah, I think so. Good, good. So I don't know how, but you know, in the Avyak signal, Baba was saying about renouncing the land of sorrow.
And so I was thinking that, you know, when we first come, there's certain renunciation needs to happen. And now, at this time in the confluence age, what are the subtle... 先到来的时候需要放弃，有一些精微的放弃。 如何才能放弃这个痛苦之地呢？ The root cause of everything is body consciousness. 一切问题的根源就是身体意识， 而身体意识是如此的精微， 有时候我们都不意识到它是身体意识， 无论是傲慢自大， 或者是缺乏自我尊重， 有时候缺乏自我尊重， 使得你去反应， 所以你总是愤怒， 被搅扰， 实际上那些都是因为你对自己没有尊重。 所以爸爸说你要坐在你的椅子上， 不要被搅扰。 所以爸爸给了我们这么多很美的头衔， 就用一个头衔， 并且待在那个头衔里。 就像爸爸说， 你是给予者， 是像神人一样的给予快乐的。 如果你是快乐的神人， 那么就坐在那个座位上， 总是提醒你自己， 我是给予者， 我是快乐的给予者。 用任何的一个祝福， 无论是这个自我主权者， 时间三方面的这个知道者， 那你都用一个头衔， 你就处在那个头衔的自我尊重中。 我也是特别的， 我也得到了这个祝福。 当然你是特别的， 但是特别不应该有， 傲慢自大， 那就是特点。 特点不是， 特长不是特别的。 我想基本的是， 有些地方我想， 是与旧的sanskar相关联的。 心思没有和知识的海洋相连， 爱的海洋相连。 所以再一次的一次的， 旧的sanskar就出现。 我们要很严肃地对待， 就像是身体某些地方有疼痛， 那么在同样的地方 有疼痛， 我们就必须要去看医生。 为什么这会出现呢？ 同样的， 我们要严肃地看着自己， 为什么这些sanskar会出现？ 他们总是出现。 当我们看着那些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改变。 但是首先， 你必须要在思想层面改变， 然后在语言层面， 然后在行为上改变， 然后你就能够有完全的自我的转变。 你也在说， 我们如何给予快乐， 有时候我们也给予痛苦。 当我们给予快乐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有时候也彼此给予痛苦？ 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 那尼古扎过去说， 当两个sanskar冲突的时候， 当他们冲突的时候， 那么在路上， 如果一辆车试着撞你， 通常呢你会避免。 但是有时候， 有些事情发生， 你知道另外的人， 他说的做的不对， 所以我就应该小心。 然后你也开始， 以同样的方式去回应。 那就是， 大的事情发生的地方。 对的。 今天早上我在想萨卡尔爸爸， 他在墓里中说的这个歌，
Om Namah Shivaya， 这是最重要的一首歌。我们多长时间播放一次这首歌呢？那个时候呢，没有太多的歌曲，过几天就播放同样的歌。哦，父亲啊，母亲，无论什么歌，他们很经常的重复播放。他们只是在沐浴之前播放吗？他们在一天的其他时间会播放这歌吗？他们也会在公开课上播放，但是有可能播放很多次。在实体爸爸在的时间只有在只在清晨播放一次。我最后一个问题，我在想着精微的错误。我们在犯什么精微的错误，我们却没有看见呢？那是因为身体意识可能对其他人的 sanskar 不礼貌。有什么样的错误我们还在继续，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呢？那这些错误，一旦你犯错了，你就会知道我可以做得更好，我可以以更好的方式去回应。当有错误的时候，那么你的境界就下降了，你就没有上升。如果你不是恒定持续的，那就意味着你在犯错。所以我们就更加的注意。Thank you, Didi. Om Shanti. 谢谢 Didi. Om Shanti. Shukrana, Shukrana, Shukrana.Om Shanti, Om Shanti. Baba kehte ho, yehi bachche mere taaj tumhi.नैन के नूर लाड लो मेरी आवाज तुम्ही मेरी दुनिया में तेरे दम से उजाला है तुम्हारे साथ का अनुभव बड़ा निराला在 Ramayana 这个史诗中， Narada 说， Narada 对 Vimiki 说，记着 Ram， 他做了什么呢？他记得 Mara， 那是好事。 Mara 意味着死去，Vimiki 是他记得这个 Mara。我们犯了什么错呢？我们做 Mira， 我的，我们保持就是不得到。像 Vamiki 的那样的转变，就意味着我们不改变。我是做努力者，是意志不同的，这是一个苦涩的事实。爸爸意味着
爸爸的意思，爸爸意思是要变得像父亲一样，我们必须要摆脱我的我的，在一切事物中，爸爸使得我做，无论我有什么样的特长，是爸爸的礼物。所以昨天的穆里爸爸说了四件事情，第一个，消融的力量，容忍的力量，在瑜伽中的积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小事情，无论发生什么大的，我们的反应都是大的，所以要忘记小事情。第三，做神的服务，世俗的，基于真理而做世俗的事情。第四，结束我和我的，如果你灌输这个，你就能成为努力者。我们的努力是一字不同的，它不是难的，它很容易。昨天爸爸也说，有时候当我看到孩子们辛苦的时候，我就笑了。努力不是困难的，我们已经使得他们这样。原因是什么呢？我们没有容忍的力量，消融的力量。在知识的道路上，我们混淆了真理、谎言，没有从我的中解放出来。结果呢，我们没有变成快速的努力者。直到我们的努力是快速的，我们不能够变成努力者。我们将保持一字不同。昨天我们也有一个对外国人的课，并且问我们想要成为新时代的主人，还是只是想要成为仆人、女佣呢？在臣民当中，如果你想要成为主人，新时代的主人，你将必须要做努力，否则高贵将会建立在你是如何这个分离的。要记住一件事情，无论任何人能够使得另外一个人能够毁掉我的幸运福气，就只是相信因为这个我不能够做。你不能够做快速的努力，是在你的心中使得它坚定，只有我能够创造我的幸运福气。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努力者，我就必须要做。无论西爸爸是多么的充满力量，但是他不能够为我们做努力，我们必须要做努力。达迪也不能为我们做努力。दिल तख्त पर हमें रख लिया खुद से ऊंचा मान नाम दिल पर लिख लिया ताज तख्त और तिलक की को अमर जागीर दी ताज तख्त और